大家好啊！首先呢，感谢一下各位老板的支持啊。我们网站呢，已经开了快1年了，也录了蛮多的教程，但是呢，有很多新手啊，很多新手，还有很多不懂的。但是这个不懂的东西的话，只能说是你的技术基础太差了啊，基础太差了。如果想要有更深的一个学习啊，希望呢自己多可以多去百度找一找，然后呢就是。多到群里去交流，多去问。其实大多问题都死在环境上啊。你搞游戏这个东西，其实服务端、客户端修改之类的，是没有难度的。大部分人死在了这个环境上面。环境呢，我们这边其实也有一些基础的东西啊，一些基础的东西。这个新手入门里面啊，也有一些就是比较老的一些教程啊，但是的话，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够用的，够用的。还有一部分了啊，用这个虚拟机啊，我之前呢。之前啊，我也是准备用虚拟机做这些教程的，但是我发现虚拟机这个东西有很多的限制啊，很多限制不好用。如果真是想学习的话啊，建议大家去买这个云服务器啊，像阿里、腾讯啊这些大的都比较好的。我本人是用的这个京东的啊。京东的库是京东的镜像啊，系统镜像全是纯净版的啊，啥也没有啊，很适合学习啊。像阿里啊、腾讯这些也有很多做好的镜像啊，如果你想节约时间的话，就选这两种 就可以了啊，就买云服务器就好了啊。那这个配置的话，我测试啊，全是用4G，和那个5兆的网络啊，配置还是稍微要好一点，因为很多我这个配置的话，很多游戏的话，基本上都跑不起来哦，只能单个单个去搞。建议大家友情的话啊，搞大一点的。没钱就算了啊，虚拟机就别折腾了啊，不适合你玩啊。然后这里啊，这几个是以前的，就别理了。然后这个啊，这个就是2008的，安装这个 iOS 跟这个内的环境的啊。然后很多，我发现很多服务器上面。它配置的这种 iOS 跟这个 Net 是 这种4.5或4.6的，自己可以去重新注册一下4.0的就可以了。百度搜索一下注册 这个4.0的环境，就一条命令啊，一条命令。然后 数据库安装啊，已经有很详细的教程了。数据库安装基本上就是。要打开这个凤凰模式啊，用 SSH 登录 然后就是各种有这个各种的管理云权限啊，教程里面都有的其实，然后就是这个安卓的啊，安卓的编译工具啊，这边也有啊，这个修改安卓修改工具的。基础环境搭建啊，这边也有啊，
还有就是，我所有的这个课程下边啊，下边，进来是这样子的啊，往下拉一点是这个介绍，然后这边是积分之类的啊，然后这是播放列表，然后再往下一点啊，就是咱们就是组件的下载啊，下载。然后在下边啊，在下边很多，这边是很多图片的啊，介绍图片，但是图片下方还是有课件啊，就是有一些内容啊，或者有一些更新之类的啊，我会更新在这种介绍内容里面啊，课件内容里面。如果有教程实在不懂啊，可以到这边看嘛，全部都有，每一集都。都有这个 介绍啊。如果有补录介绍的话，会直接写在这上边。然后所有的下方啊，也都有这些常用工具的下载。我建议啊，大家去下一个这个5i破解的这个工具包，它里面。它有一个周年庆的工具包啊，里面有很多破解的，编辑器啊，夹壳啊、头壳之类的工具包啊，很多工具还是蛮好用的，要看你会不会用啊。其实我，也还是喜欢这种工具包啊，别人都整理好了，直接拿来用就行了。然后啊，就是这个课件。的工具啊，所有工具我基本上会用的，我都会更新到这种地方啊，这种地方来，继续下载就可以了嘛。其实所有工具基本上都存在这两个地方啊，存在这两个里面啊，看到没有？基本上用到的工具啊，或者我发现了新的好用的工具，基本上都会传到这。这两个包里面啊，传到这两个链接，在下载中心啊，那我们下载，然后这个啊，这是脚本，所有游戏脚本啊，收集了很多啊，收集了很多脚本，基本上都差不多够用了啊。你不行，到里面找，全部打一遍嘛。不行，全部打一遍嘛。哪个版本用哪一个嘛，就去打就好。这都没什么那个的啊，主要是还是要利用百度和群聊功能。很多人都不爱讲啊，群里也不爱问 你问了又不会损失什么嘛，是吧？人家回不回是人家的事嘛，是吧？因为我本人也比较忙嘛。很多时候，很多消息也没有及时回复啊，这也没办法啊，因为咱们这个课程全部是免费的，能力有限啊，能做的也很少啊，只能说是尽量多帮新手一点啊。那咱们这种游戏其实就没得好说了嘛。直接看教程就可以了，基本上是死在那个环境上面。游戏全部是一个套路啊！你如果看过三套以上的教程啊，研究过三套以上，基本上你就可以通杀了啊，基本上给通杀了。都是一样的啊，就是还原库啊，网站啊。那些啊，基本上那些小毛病都是常见的毛病啊，百度上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，主要就是大家主要就是 IS 网站这一部分啊，经常报什么500啊、403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，这些东西百度去找，还有就是。这个啊，网站部分的错误啊，
网上所有的错误，我建议大家啊，建议大家跟我习惯一样啊，你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基本上教程里面都是加端口的啊。为什么我喜欢加端口呢？不是我域名没有备案啊，我域名其实都有备案的啊，因为这个端口它是个很好的东西啊。就是，有什么错误啊？你就啥也不用加啊，主机头一定不要去加，就这个端口加进来之后，它会有这种详细的一个错误报告啊，会提示你在哪个，什么文件出错了啊，会提示。一定不要去，调试的时候一定不要去绑这个域名啊，因为你绑了。就算报错，你都不知道它什么鬼啊！它报的是乱七八糟的啊！你可以用这个，这一个啊，就是绑端口的这种，直接顶啊，顶级之后，它是用这个 localhost 的啊，直接打开的啊，然后它会直接提示你啊，请，什么东西不存在或者出错什么的，基本上就这样子啊，千万不要去。用那个域名啊，域名是看不到错误的啊，很多人就是死在这上面啊。还有域名，网站啊，网站就这样。还有数据库啊，数据库一定要说一下，很多人死在数据库上啊。数据库啊，每个版本数据库都有这个管理工具啊。这管理工具安装完之后，很多人经常会提示，什么什么数据库连接失败啊，什么 SA 啊，登录失败啊，这些啊，这些全部是连接数据库的问题啊。还有就数据库连接啊，我建议啊。一定要用127.0.1去连啊，用 SA， 这样子会确保你服务器，就是说其他程序连接进来之后是正确的啊。很多人这个地方都连不上了啊，他还去设置那个密码，就没鬼用了啊。很多人用这个啊，直接登录啊，登录如果出错了，你就不知道哪里出错了。你用这个或者用点去连，如果正常的话，就说明你数据库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是没有问题的。这就确保，数据库这一方面是完整的啊。如果你连不上啊，这边，进来之后啊，就是这个混合模式没开啊，没有开，把它改成这个混合模式就行了啊。还有就是这个，还有一个地方，还有就是咱们这个，怎么用？很少用这个系统，我不懂。数据库的配置器啊，很多人也不知道用啊。这个配置器是干什么用的？那配置器就是说，你这里连接的时候用127，这个 IP 或者顶连接的时候不能连的情况下啊，你要进来找到这个，这个啊服务协议啊，一个 TCP 啊，一定要启用啊。这个是干嘛用的啊？这个全部今天就是。只要你服务器里的 IP 它都会打开，如果顶是的话，进行寻火，就算别人知道你的密码啊，他也进不来啊。还有这个启用是这个啊，今天随便你啊，你如果不怕别人去扫你的码啊，扫你的数据库啊，就改是吧，全部打开，用火的情况下啊。一定要启用这个啊，
IPv4 里面的啊，17.0.1啊，这两个活动跟启用是4啊，一定要选4。如果把其他的取，其他的是否的话，就用这些 IP，它全部是外网是连不进来的啊，连不进来。这边改完之后，这个服务要重启一遍啊，或者你把机器重启一次啊，服务啊，说这个服务重启啊，重启完就行了。然后你这里就一定会连进来啊，不是不会连进来，一定会。然后密码啊，它这里密码在这边改。就设置完之后，在安全 里面啊，找到你的账户啊，双击啊，这边就可以改密码。建议把外网IP 关掉啊，就让人家有你密码也进不来啊。因为数据库的密码权限是很高的啊，直接可以拿到你系统的 权限啊，直接可以提取啊，直接可以提上去。数据库就这样了，其他的话就一些小毛病了啊。小毛病的话，自己百度吧，或者多问吧，多问吧，那没办法的事情啊。每个人基础不一样啊，有一些基础的啊，只要你看个一两集的话，你基本上就能搞定了啊。自己去多研究，不要老叫我代驾。我代是可以代，但是的话，咱们没空啊。那你价高的话，我也会接啊，价高会接。不是我太坑啊，太黑啊，是没办法啊，实在抽不出空啊，很多时候根本没空啊。所以说很多消息没及时回啊，大家多去群里问，可以多加几个网站的交流群嘛。很多人还是很热心的啊，很热心的。哎，咱们这边的东西是挺贵的啊，服务很贵啊，东西不贵啊，服务贵，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啊。哎，不，没有强制性的啊。还有就是很多人啊，去别的网站下的组件啊，来跟这种视频啊，跟是可以跟，但是你基础不够的话，你是吃不消的。经常会拿一些别的站的缺七短八的东西拿过来啊，到我这里七问八问的，哎，烦死了。这个东西很多，我上面也很多是自己有改动过的、有加过的、修复过的东西啊。其实这种价格相对来说已经很平民化了，别嫌贵。你要有好，我们可以保证你这套东西是跟这个教程一样的，绝不少东西啊。还有就是咱们开的这个分红的啊。分红呢？我希望啊，各位讲师不要去缺七短八啊，很不好，很不好。这东西实在不想说了啊，缺了东西不好啊。我们这边都是保证原装东西啊，保证可以进的，不可能进不了的。只要我出的东西，绝对可以进游戏啊。至于能不能用的话，自己去参考，还是很多可以运营的。上面很多套的话，还是很多人在开的，在开的。你自己，工具啊，所有工具都在这里面去找，里面用到的工具都会上传啊，都会上传，其他就没什么了啊。就是希望大家啊，以学习为主啊，不要去坑人啊，别去坑人，不好的。运营的啊，千万别去运营啊，自己小心一点啊，不想多说了啊，大家也知道什么情况啊。
现在也不啰嗦了啊，没什么好啰嗦的。很多时候只想抱怨一下，很多人，很多人啊，相貌不好。还有个别人啊，因为咱们里面东西有毒啊，所有程序啊，只要是程序，它就会有中毒现象。中毒现象，这很正常啊。自己服务器一定要装杀毒软件啊。我建议大家装那个安全狗啊，安全狗，很好的东西啊。虽然说还是有东西防不住啊，但是没办法。你不装的话更死得惨，建议去装啊，这个东西啊。武器安全狗，一定去装啊！这个很多的小后门啊，都会杀到啊，都会杀到，还有防止一些七七八八的扫描啊，建议大家去搞去搞。